手穿起舞衣，跳起花式国标舞，千万不要傻眼，他表演的简直是人的动作。两脚是站着跳，会转圈，会蹲下，会摇头，还会扭屁股。可怕的是他还会记舞步，注意看哦，他还会用手啊，不是用脚搂住人腰。熟练惊人的程度让全场观众几乎忘了他真的是条狗。可以把舞步记得那么清楚，人都快记不得那么多，跟主人的默契百分百。大家都好奇，这主人如果哪天换舞伴，这人性十足的跳舞狗会不会吃醋？他今天能练成这样，中间啊有没有吃过苦？